由第一次參加撒哈拉沙漠254公里嘅七日賽，再去到南北兩極，去到意大利高原雪山、智利嘅火山，最後跑咗800多公里，成為第一位完成馬拉松大滿貫嘅香港人。有一次我喺一個沙漠度同兩位比賽嘅戰友蕩失咗路，我哋三個人只係得一支水。在最艱難的時候，我們都沒有放棄到，繼續去找回個沙漠的出口。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，你更加需要有突破現狀的決心。每一次的問題當中，我們看看怎樣可以找到解決方法，追求最完美的一次。 Break it, make it 是缺陷當中追求卓越。在其中一個沙漠比賽裡面，我遇到一個5、6歲的小朋友，他沒有鞋穿，沒有衣服穿，是當地的一個小朋友來的。他走20多、30公里路，只是問我拿一口水喝，喝完之後也沒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，就送了我離開。那一刻給我一個很大的反思，其實我們香港資源很豐富，機會很多，我們可以走得更遠，做得更好。